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明，我现在来到了腊日山红石林，看一下这边就是，然后这外面有个观景平台。我不知道这个腊日山红石林它是属于这个贵州还是属于湖南的，因为在前面一点点，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哈，在前面一点点它提示我已经进入了湖南凤凰县。然后它这里是这个石林，那边也是红石林，然后这里一个观景平台，先带大家看这个观景平台，看一下，然后我就带大家去那个红石林上面看。这个景区是免费开放的，看样子这是以前是被开发过的，只是还没有深度开发过的。你看修的这些配套，这是厕所哈，这里还有几个房子，这里有个观景平台。这个观景平台已经腐蚀成这样子了啊，严重腐蚀了。这里那边有几个大篷车，腐蚀的挺严重的，但这里我看没有停车的，那边停了好几辆，有可能那边才是核心区域，也有可能就是那边是属于贵州的，这边属于这个凤凰的啊，属于湖南的。他不是有的朋友说是这是腊日山红石林，还有说是贵州红石林，如果他是这两边分开的话，他正好是在一个交界的区域哈，那么这样子就能说清楚了。据说这个红石林是在大约5亿年前啊，都已经形成了这个东西，然后被当地的村民为了开荒种植然后挖出来了。5亿年前什么概念呢？5亿年前我都没有出生呢还。好吧，现在带大家上去看吧。上去看一下。对了，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哈。刚才我去买了菜，就是昨天晚上我发现我的症状已经起来，就是头痛、身体发冷，然后一夜没睡。就5点多钟我录了一个视频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反正就很难熬。然后今天起来就1点过了，我起来的时候感觉身体很舒适。我甚至感觉身体还有点热，所以说我那时候我也拍了一个视频，拍视频我就把这个外套都给脱了的。昨天是冷，今天是有点热，然后现在是感觉头痛，头又开始痛了，感觉很昏啊，头很昏，整个状态就很不在状态，很昏，然后就是身上感觉有一些酸痛。照说的话，我不应该出现这些症状的，因为我也没有做什么体力活之类的，身上也不可能出现酸痛，我一天都是在玩，到哪里都是在玩，是不是？看这里，我们当地的就是放牛的，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赶着牛到处放。但我们放牛的话是基本上把牛放在那里，然后我们就不管了，过段时间去看一下。来看一下红石林，讲解我是不会讲解啊，我带大家看就可以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，是吧？头确实很昏啊。这个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看一看，哟，可以，怎么这里还有人在这里生火啊？这么多垃圾也不带走，瓜子的。但一般做这种事情的，一般都是很本地的才会做这种事情。看一下。这边我们先走下去看一下，这边看一下，
转一圈。我们这里这个面积，这个面积也挺大的。我估计多半是它一边是属于贵州，一边是属于那个湖南，不然怎么会是说是这是腊二山呢？腊二山镇，我刚才就是在腊二山镇买的食材，买的菜，这个。早知道我把360拿来。红石岭这确实看不出来红，但是这个石头估计是要远处看吧，挺神奇的。你看这些地方到处都是路，转了一圈，在里面有点像迷宫一样转来转去的。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来这里哈，直接导航就可以了，不管是导贵州还是腊二山红石岭，然后它都是可以到这里的，都是可以到这里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就是一般小车哈都能来，然后房车的话考一点点技术啊，因为有的地方它路也挺窄的，而且快到这里的时候那个路是很烂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拖挂房车哈，拖挂房车如果你对你的驾驶技术足够自信，如果你对你的驾驶技术足够自信且你的排量大的话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是我个人建议像拖挂式房车就不要尝试了哈，就是自行式房车你可以尝试一下也没有关系。看这边，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昏的，身上也很酸痛。避开人群，我如果看见人了我马上躲了躲走，但是这里没有人，没有看见人。看一下，这是腊二山，下面还有一个水塘，这里面到处都是路，看着还是，说实话还是挺震撼的。哎，风也有点大呀，风有点大。我感觉那边面积也许要大一点。走一走。我把无人机带出来了，但是我考虑一下放不放无人机，因为我昨天都放过无人机，我感觉很不在状态，然后晚上就出现那种事情。现在我的人整个人都是旷的，都是旷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真是鬼斧神工。看着还行哈，只是说现在这个光线到这里来了，一点点，很多地方是逆光，太阳快当西了，应该这里这边就是西边，它太阳是从这么过去的。看，这里面它到处都是路。说实话，我并没有看见这里。它红石岭它很红，我没有看见。你看这上面，走，我们走一下，没有看见很红，这个自然奇观。哎呦，身材苗条，这到处都可以蹲。这些垃圾挺多的。刚才是不是从这边过去过？刚才从那边过去过吗？那我就不从那边走，我找个山头放回无人机吧。
找个山头。啊，对对对。在这里放吧，这里很平，这里很平，这里很平。我在这里放下无人机吧，在这里放下无人机，然后就带大家去那边看，因为那边估计人气要高一点。你看那边停了很多辆车，然后我这里是只有我一辆车停在这里的，因为我是从那边过来的，那边过来到这里我就看见这个。红森林了，真的头很昏了。我速战速决，随便看个远景就可以了。速战速决，头很昏，很昏痛，昏痛的那种感觉。我普通话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用我们那里的话就是头很旷又很痛，然后身上也酸痛。估计我是没有逃不过了，再强大的免疫系统，在这个病毒面前，估计也是不堪一击的。也有人说，这个免疫系统越强，也可能越容易这个啊！我在这里放飞一下无人机了。